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帮 Olympus 12-100mm f/4.0 这颗镜头所设计的伸缩式遮光罩。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就是为了想要让大家可以在外观上有更多的选择，所以我在外观的部分也下了很多功夫，设计了很多不同的颜色可以让大家选择。像这一次我们在除了包膜的部分有变化以外，我们的前面的卡榫的部分我也特别做了很多颜色来让大家选择。在包膜的部分的话，预计会有 carbon 黑、carbon 白以及 carbon 银色，那还会有皮革黑跟法丝纹黑的部分。那在电镀部分的话，则会有电镀红以及电镀银两个颜色可以选择。那在前面的卡榫的部分的话，则会有红色、白色、金色以及Olympus 镜头特有的蓝色，还有黑色以及银色，共六种颜色可以选择。OK， 那接下来就来为大家示范怎么安装我们的伸缩遮光罩。首先，当然就是要先把我们的原厂遮光罩拆下来。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安装我们的伸缩遮光罩的部分。首先，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把我们缺口的部分轻轻的套在镜头上，对齐我们的红线，只要你可以轻松的放上去，就表示你有对到。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是要把遮光罩转90度，我们转到90度底的时候，会发现它有稍微卡住，这时候我们再稍微用一点点力，它上面有一个卡榫，我们把它卡上去，那遮光罩就固定住，不会脱落了。OK， 那我们要拔下来的方式一样很简单，就是稍微往反方向转一下，就可以把遮光罩拔下来了。那接下来是伸缩的部分，伸缩的部分就很简单。我们如果是在伸缩缩回来的时候，就是轻轻的往前推，就可以推出去。那在收的时候有一个小技巧，就是麻烦大家一定要务必按照我的方式来收，比较不会造成遮光罩本身的破坏。那操作的方式就是我们使用虎口的对准我们的镜头，那接下来使用我们的大拇指跟食指稍微抓住我们遮光罩的前缘，那稍微再往后施力压一下就可以收回来，这样子的话比较不容易造成遮光罩不小心因为你施力的方向错误而受到破坏。OK， 那基本上这就是这一次我为 Olympus 12-100mm f/4.0 这颗镜头所设计的伸缩遮光罩的简单介绍。谢谢大家。